还钱。还钱？什么钱呀，表哥？那天我们一起在鱼庄吃饭的钱，你没有付，你就走了。我现在都还在那里赊着呢。赊着的？你，表哥，你不是说请我吃吗？请什么请？那么贵的，凭什么要请你啊？等会儿快点把钱转给我。那我等一下给你。行，快点转给我，我还要拿给那个老板娘呢。好。哎，对了，你怎么还没走呀？走？我走哪里去啊？我为什么要走呀？你那天不是说走了吗？自从你这个人来了以后，苏曼亚一直闷闷不乐的。他以前都会过来找我玩的，现在也不来了。你是不是在中间说了一句什么话？你这个人挑拨离间的你。没有呀，表哥，我什么都没说。你肯定是说了一些了，影响我们之间的感情。你快点回你的四川去。回四川去？不是。哥，你在乱说什么呢？张哥是来找我的，又不是来找你的，为什么要让他走呀？不是我让他走，是你的舅舅要让他走。你看，你们两个还没有结婚，你舅舅说了，两个人还没有结婚，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。你，别人村里面的人会说三道四的。不是，我不用管别人说什么呀。而且对你的名声也不好，你知不知道？我们都是为了你考虑。我知道，但是这些我都不在乎的。我只要能跟张哥在一起，我就很开心了。真的，你不要说这些了。哎，苏曼呀，苏曼，这样就是我觉得，表哥他们说的也挺有道理的。要不这样吧，我在旁边租一个房子，好不好？旁边一样的嘛，你下去租一个，下去比较方便一点。下。不是呀，租什么租呀？就在这儿就可以了，张哥你不用听。不，苏曼呀，也可以，那我下去租。你有空你就来找我玩就好了。不是张哥，真的你不用听他们说的，不用听他们的，真的你住在这儿就好了。不是，我觉得住在这里确实也不太好。我还是下去租一个房子吧，好不好？行吧，这次你就听我的。那好吧，张哥，你这里也条件也不怎么好，你下去租一个剧城里面的话，做什么都方便一点。那可以，张哥，要不这样吧，我把这个背篓放一下，我带你去租吧，你这里不熟悉的。好，你带他去干什么？他一个大男人，自己去租就可以了。没事的，我自己去也可以。没事，张哥走吧，你不要替他，我带你去，你对这里不熟悉，走吧。你带我，我带你去租。快点回来，我家里面还有一堆事要忙。好。对，安全带系好了吗？好了，张哥，走吧。对了，苏曼呀，就是我觉得这边的风景都好好看呀，但是我都还没有好好去玩一下，你带我去玩一下好不好？可以，你来这么久了，我也没有带你出去逛一下。我知道有一个地方还挺漂亮的，等一下我带你去玩。可以，就是，我知道就是有一个你们民族服饰的一个店，那里的衣服都好好看，然后我们租一套衣服，我们去拍照好不好？不用租了，张哥，我就穿这个就好了。不是，你这个都旧了，你看好脏呀，好不好？没事的，张哥。不是，你穿这个我们拍照不好看了，你就答应我好不好？那也好，那你也穿好不好？我们两个一起穿。可以。没穿过少数民族。行嘛。哎，表哥怎么来了？哎，你们去租房的话，我陪你们一起去吧。苏曼亚他对这里也不怎么熟悉的。不用了，我们自己去就好了。对，我们要去那个拍照，我们去沙沙河拍照。去沙沙河拍照？对。那我也去，你们等我啊，我去换一件衣服，我就过来。啊？等我啊，我去换一件衣服。不是，表哥。不是，张哥，我们两个走吧，不要带上他了，带上他就不好玩了。走吗？嗯。行，那我们走。怎么样，苏曼亚？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那家服饰店。这里的衣服都好好看呀，张哥。是吧？那你先看一下啊，选一下，然后我也去选一下男生的。我也穿一套，行不行？男生的在哪里啊？在旁边。哦，那你先去挑吧，张哥。好。大哥，我画好了，这套可以吗？太可以了，你穿着这套很漂亮呀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张哥，你穿这套也好帅呀！我都第一次看你穿我们这种少数民族服饰，感觉好好看呀。真的吗？但是我觉得。好像不太那么好，可能是没适应吧。没事，你慢慢穿就适应了。穿第一次以后再穿，就慢慢就习惯了。可以。
哎，张哥，这里有地址，你可以给哥姐稍微看一下呀。啊，要看一下吗？对，要看一下，走，带你去。行。走，我给哥姐稍微看一下。对。哎呀，是吧？嗯嗯，好，那什么，那我们就穿着这套我们去拍照好不好？你不是可以啊。嗯那张哥，我们先去给钱吧。哦，我们回来再给吧。回来再给吗？啊，你觉得呢？哦，也可以，那走吧。走，嗯。张哥，快来，就这儿了。哇，苏梅啊，你怎么知道这个地方的？哦，那片山坡的话，就是我外公外婆从小带我放羊子的地方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呀。嗯，这里美不美啊，张哥？嗯，美，但是我觉得还没有你的万分之一美。张哥，你这嘴巴是抹了蜜吗？这么会说话，今天。我说的心里话呀，苏梅啊，真的，你看这个地方碧水蓝天的，再加上有你这么一个大美女。苏梅啊，我觉得如果我们可以一直在这里生活下去，没有外界的干扰，那这个就是我理想当中的生活了。对呀，张哥，我觉得两个人互相喜欢，能够在一起，而且还能够在这么美的一个地方能够这样生活的话，那这应该就是幸福了吧。对呀对呀，嗯，苏梅啊，我们这一辈子也许会遇到很多的人，但是我只坚定你，我的未来不能没有你，我们一定要好好在一起，再苦再难我都陪你走，希望我们都是彼此人生里的唯一。还有感谢你的出现，温暖了我的世界。世界什么世界？不是说等我吗？你们怎么先走了？我换好衣服你们就走了，我打车花了50块钱。咦，苏曼今天有点挺好看的，你看我帅不帅？你怎么又跟来了？我们两个拍个照片，来来，张哲张哲，帮我拍个照片。啊？不是，谁要拍照片？我不喜欢拍照片的。那我自己先拍两个。苏曼苏曼，来来来，你过来你过来，你过来你过来，就是，要不这样，我们去往前面再走一走，把它丢在这里。我们过去拍照行不行？走吧走吧走走走走走。走走走走